Holy shit！ 毁灭来临了！往前压一点，有点挺炸的。他差一个冰身两级，还一个贝勒。对的，装备都够了。我刚也是二连捅，我只 A 了一个烈火，因为我被晕了。因为我本身有一个烈火 A 了一下，加起来总共就两个烈火。KO！ 等冰女先给技能。再 Q 一下。OK。真的倒霉，暴击了，不好意思，又暴，真是不等人。死亡轰炸！咦，连捅有啥技巧不？快准狠，那你要问怎么样才能做到快准狠？多练。啥？操！给他奶了一口没？这把把这么劣势。这边只能靠队友们顶一会儿。我一定要拿二塔拿钱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拆二塔，不能回去死，死也要拆这个赏金，加600块钱，死也要拆，兄弟们。这把有毛，我还是很有自信翻的，兄弟们，请相信阿迪，阿迪天下第一。阿猫来启动超级变换形态，一定要打爆你，那个 AD 可以不用管。哎呦我操我的，这都能把我踹死。我刚应该是被班中单挡了一发枪啊，感觉应该帮他挡的，因为我不想被减速。打不了中，孙玉一击杀阵。到你没来，哪来的鳄鱼？
你小子好，哎，这都不棒吗？好好好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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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你们都把过起来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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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真是歪的good啊，53000。